阿妹这门是开着的。阿妹，阿妹，哎，对，好好好，哎，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没精神。想动啊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不知道。这怎么回事呀？你吃过饭没有？还没吃过，意思就是。你这是感冒了？我告诉你。哎，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你是感冒了？你吃过药没有，阿妹？不需要吃药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你看你这烧得这么厉害，你不会是昨天就这样了吧？我昨天也没看到你直播，我没时间上来。昨天就这样了？那今天更加重了。你躺着休息一下。别谈了，别谈了，来来来，阿妹，你药也没吃过，你怎么回事呀？走，我带你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。不用，我不去医院，我就没事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快点，我带你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，阿妹。没事，你就忙你的吧，我就休息一下。我有什么好忙的？我今天有时间，所以上来。我没什么忙的。来，快点快点，你听话啊，听话，我带你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想动，我背你去。来来，起来，你起来，我背你下去。怎么不吃药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是不是啊？自己发现自己身体不行，感冒了，你必须要吃药。如果你不吃药，你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小孩子怎么办？你说，真是的，这么大一个人都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。花钱，你怕花，你怕花钱，但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说你孩子以后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快点快点，听话，快点快点，我背你下去，你不想走，我背你啊。我真的不想动，我只想休息。来，我背你，我背你，来来来来，快点，来，我背你过去。来，啊，不用背，让我扶着你，快点，起来起来。起来，我扶着你，我扶着你，不行，必须要去啊，你必须要听话，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知不知道？我休息。看你这头发，快点快点，走走走，我扶着你啊，走。我就休息一下就好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啊。我想让我不要去，你就拿点药回来。不行不行，必须要到医院里面去看，走。走，我车子放在那边呢，走。慢点啊。哎，阿妹，就是你给那个小妹打过电话没有？没有啊。这里这里这里，坐着坐着你坐着啊，我去挂号啊。来，这里躺着，医生说那房间里面没有床位了，你躺一下吧，躺一下，躺着休息一下，等一下他过来输液，先住院再说。